sugar and spice. 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你选择了一首这个特别考验你的乐感。如果说这首歌它适合跟乐队来合作，它考验歌手和乐队那种非常默契的灵动的配合。那如果说是唱伴奏带的话，那就需要你内心的节奏要特别的自信，跟这个音乐伴奏能够合二为一。你在舞台上很有热情，而且有嗓子，但是在歌唱的方法上，我跟黄妈有一点点争执啊。没有，我争什么了？我只是说他唱这个东西，唱这个作品脱离带水。I feel good, I feel good, 你就没有那个这首歌该收的。这首歌很容易唱油调，真的，对对对对对，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因为他又要加入一些表演。但是今天你的表演哈，我可能那个老师会给你一个，但我只说从唱上面我就唱的脱离带水，就是不。没有那么干干脆脆，收的也不是那么干干脆脆，但是你的声音条件确实要赞美，很有 power。我觉得你的表演挺有那种百老汇的感觉，啊，你也选择用百老汇，包括有点爵士的感觉去演绎你的肢体语言，但我会觉得比较单一，跟你唱歌一样，都是在一个调性上面，只是表面的去体现这个东西，没有那个走心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你应该多注意一下那个起伏高低潮，这样会让短短一分多钟更加有魅力，包括你眼神表达，包括你的那个传达信息都是比较表面和单一的，多注意一下。我一个小建议就好了，油跟热情怎么区别？热情就是自由奔放的，但油是套路，懂吗？用套路唱歌就是油。想一想这话好不好，加油。所以刚才动作都好像都是套路来的。对，你还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突破有热情的。对对，他其实 是有这种感觉。不要有套路。你选择一首拿高分的歌，但是你碰到了严苛的评委。所以你的结果是待定。好，谢谢老师。他的人气那么高。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黄老师，你等一下再紧张的时候喝口水，跟歌手一样。没给钱，没给钱，没给广告费，不是没给广告费，没给赞助，连口水都不给喝。喝水是有条件的。Hello，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是075号选手，我叫王博，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马德里不思议》。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人鱼在十个墙壁端坐着书，情愿护屋顶用拉丁诗的地名，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无视。
情，我就在烧了你的风景。谢谢大家。嗨。嗨，关老师好。Hello， 你好，你这歌练多久啊？我其实有练蛮久了，但是我因为我唱歌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有点再加上有一点点紧张。我觉得第一次有听到选手说唱歌不是他的专业，那你为什么来参加超女啊？因为我喜欢这个舞台，因为我知道超女她不仅仅是说声音，然后她是一个全方位展示的一个舞台。OK， 那你觉得你唱歌不是你专业，你的优势是什么？我比较喜欢跳舞。OK， 来，那我交给 Ken 老师。那我相信你有准备另外不同风格的舞蹈给我们看吧。可以，因为我本身是学那个拉丁专业的。好，展示一下好吗？我不知道到底要放什么音乐。其实不要被音乐影响，就算没音乐，你的肢体语言也可以感染观众。音乐只是一个辅助，好吗？好的。好老师，准备一下。好，准备音乐。好，他舞蹈比就那个控制台在洪老师那边，因为刚才唱歌的话我想很快拉下来，但是看你跳舞的话我绝对不想拉下来，但很可惜今天这里不是一个舞蹈比赛，好吗？我觉得你的舞蹈那个感染力比你的歌唱强很多，而且特别有自信，我们商量一下。好，如果唱的话那肯定是怕。对啊，但是你们觉得每个人表达自己独立观点，你觉得中间呗？我觉得还可以中间呗，条件身材什么都很好。我是这个站在那个角度说，肯定卡。对，因为但唱歌我是业，我不是业内的，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感觉唱了飞了。你的表演很生动，你的表情都很有这个镜头感。有表现力。你把一首本来具有女王妩媚风范的一首歌演绎成了一种带有一些儿歌色彩的表演。儿歌色彩。你的舞蹈让我们惊艳。谢谢老师。但是你的唱歌我们找不到亮点。我们经过商议之后，你的结果是待定。好，谢谢老师。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有啊，二十六。嗯，26。这个哪个？对对对，这个是266。266啊，很低了。哦，那很低哎。嗯。请选手进入表演区。老师好，我是76号选手徐梦涵，带来一首《心在跳》，谢谢。我眼睛看不到你的需要，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情。
牵你心在跳，好，你选择了一首男生的歌，但是你是采取一个低八度的方式来演唱，所以前面自己的声音特别的不稳，因为太低了，所以不是在你最理想的音域当中，对不对？嗯，就是我唱的是矜持版本的老师。哦、嗯、哦，那矜持的音域显然比你宽哦，你低，然后后面又高不上去哦。哎呦，嗯，所以在前面，特别是在低音部的时候，中低音。黄妈也说过啊，中低音是特别考验一个歌手他的歌声魅力和叙述歌曲能力的一个部分，而这首歌他就要一开口就能够抓住大家，一定要靠你非常稳定有感情色彩的一个表现来俘获观众的心，但可能在音域上和整个的表演上感觉亮点不是特别的多，有一点点的遗憾。嗯，谢谢。给你个小建议，你唱歌哭腔好多哦，哭哦，从头到尾都在哭。我告诉你，哭腔用得好，就像一碗面加味精提味，但是加多味精就腻了，懂吗？哦，谢谢老师。把握那个哭腔 ，OK。嗯，好的，谢谢老师。来吧，结果。你有非常有观众缘的一个外形，而且在生活中你是会受欢迎的一个因子。谢谢谢谢。但是我们这个舞台还是需要有好的歌唱表现和整体的综合的一个考评的这样一个标准，非常遗憾我们对你的评判结果是离开。好的，谢谢老师。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哦，我喜欢这个。嗯，很帅气。这个、对对对，因为你看，各个男生都帅。刚刚对对对，刚刚的也是中性，这个也是中性，但一下就不一样。这个中性不一样，但是这个中性是非常很有型的。请选手进入表演。评委老师好，我是77号选手张小玉，我的参赛曲目是 Uptown Funk。This is the ice cold, my shallow fire's a white gold. This one's a good girl, then good girl, dream masterpiece. Stylin', wildin', living on the city. I got a track song when I sail around. Gotta kiss myself, so pretty. Too hot.Call a police and a fireman, too hot. Hot day.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Too hot. Hot day.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Too hot. Hot day. And a bad bounce of money, book it down. God said hallelujah. God said hallelujah. God said hallelujah. Cause your drum phone gon' give it to you. Cause your drum phone gon' give it to you. Cause your drum phone gon' give it to you. Selling everything in the spotBelieve me, just why? Come on! Don't believe me, just why? Don't believe me, just why? Hey,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Volley! Yeah, old time is on the scene!If you fix them, they own it. If you sex them, they own it. Don't break it, come, come and show me. Come on, dance, you own it. If you sex them, they own it. We're selling everything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hy. 谢谢老师。哇哦，哇哦，这个叫什么名字？张小玉。小玉。哎。很酷哦。谢谢老师。觉得你可以参加超级女生，也可以参加快乐男生。
你知道吗？你很有趣，你就是长得真的像男生，你的声音也是男生的高音，不是女生的高音。所以你知道，你有那种男生的劲儿，然后你那个声音又亮又不是沉的，你有很多的抖音尾音是非常有劲儿。我很喜欢你唱歌表演的态度，就是你很自信，然后很有劲儿，然后你控制的也很好，我欣赏你的表演。谢谢老师，谢谢小月。我觉得你有一些肢体语言，但我不确定你肯定就是学过舞蹈，我觉得可能你是有接触过舞蹈之类的吧。我大学学的是演唱专业，有舞蹈课。所以感觉到你在演唱的时候，你是有一些位置设定的一些动作。但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说你的动作设计要根据那个情绪，根据那个歌曲。如果不是你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调性，那歌曲很激烈的时候，你的调性跟你唱主歌是一样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起伏。好，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再放开一点，可能真的因为紧张，因为当后面的同学们都为你呐喊的时候，应该后面应该情绪应该更加起来，但是没有。我觉得如果以后你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好。没有别的才艺啊？B-box 可以吗？哎，来吧。B-box。来啊，来啊。我会 B-box。谢谢老师。Yeah, OK。商议一下。OK 吧 ，OK， 可以公然表态吗？好，刚才火火老师已经把他这一票投给你了，你在舞台上非常自信，也带来了一个有感染力的表演，在镜头前，没有人会愿意移开，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有明星的气质，但是你当你说到你是舞蹈表演专业的时候，阿堪老师似乎没有发现你的舞蹈的功力的充分的表现出来，是不是平时逃课比较多？没有，我很认真上课的。但是我们给你结果是晋级。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他会不会是民族？有请下一位选手。不可能，请选手。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流行表演舞蹈的。对啊，流行表演的。哇，30岁了。30岁。有30岁。已经30个。30岁。啊，真的吗？哦，32岁。我还以为呢。选手进入表演区。学音乐剧的。评委老师好，我是078号选手李诗雨，我将演唱一音乐剧选段 Maybe This Time。Maybe this time I'll be lucky。Maybe this time he'll stay. Maybe this time, for the first time, I won't hurry away. He will hold me.At last, not a loser anymore like the last time and the time before. Everybody loves a winner, so nobody loved me. Lady Peaceful
说 maybe this time I will win， 那这一次他会赢哦。嗯，你好，你好，评委老师你好，你好。坦白讲，你是我看得出来你长期喜欢音乐剧的演唱，对不对？对。伊莲佩姬你唱吗？他的作品？No. OK. Yeah.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集中，就是集中的那个点就超级的有亮点。但是对，但你有一个音区，你有一个习惯性是自身的习惯演唱里面的。你如果把那有一个自己的习惯性的有一个技术的演唱拿掉，你真的很好。谢谢。然后你刚才紧张到沉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有一点点小紧张。对对对，紧张到你的这个越唱到高音的时候，你就整个气息就浮起来了，然后一直浮，一直浮，我好担心你后面。没关系了，我觉得这个紧张是正常的，但看得出你的功底。谢谢你的理解，谢谢你的表演。嗯，我有点想了解他会不会唱中文歌啊？你会不会唱中文歌啊？哦，会。因为刚刚这一首歌的确是非常特别，嗯，非常冷门又特别。你有中文歌吗？有。来一小段可以吗？可以，好。爱一望无际，看不见终点在哪里。OK 了，我觉得 OK 了。OK。生死有戏，我的心。OK， 谢谢，谢谢，谢谢。商议一下，好好商议一下。你觉得？他唱中文歌，唱这种流行歌曲。中文的流行歌曲，我觉得还蛮好的。好啊，很好啊，很有张力。我觉得很好哎。我是说他唱音乐剧很适合他，觉得他很会唱歌。在就这个领域是出类拔萃，特别，对，特别出类拔萃。那我觉得需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我们要选出一个偶像的话，可能他身上需要一百强。我觉得在音乐色彩上需要，因为在这个舞台需要一个，起码是表现一种对音乐的尊重，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因为在就在音乐剧的演唱舞台，一定这段表演一定是满堂喝彩，大家会起立为他鼓掌的。他还是很有品味，选曲有品味。他很有品味，而且很会唱歌。那就大家都知道，超级女声如果说它是一个歌唱比赛的话，它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比赛。但是你在这个赛场上选择了一个算是小众或者是另类的一种表演形式。那无疑在音乐剧的舞台表演上，你这段表演一定会赢得满堂喝彩的。但是超级女声，她是一个选偶像、选未来流行音乐方向的一个偶像选拔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给你的结果是晋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请选手进入试镜区。你已经把歌手那一套放在这边了，我已经提心吊胆了。来来，进了三个了，唱得非常好，很好，声音非常亮又集中，而且声音很稳。评委老师们好，我是079号选手黄子恩，带来的是 I Want You Back。Didn't want you around. Those pretty faces always making stand out in the crowd. But someone picked you from the bunch. One glance was all it took. Now it's much too late for me to take a second look. Oh,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Won't you please let me back your heart? Oh, darling, I was
Show me that I love you, baby, hey, babe. I want you back. 你的表演很舒服，而且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而且声音听起来让我们也觉得很悦耳。不知为什么，可能你就是属于音乐的，在音乐当中你有自信，但是一表演完这时候是不是心情很忐忑？而且刚刚有一个，其实你从头到尾都很稳定，哎，直到你刚刚出现一个车祸现场的高音，好可惜啊。哎，你会 rap 吗？不是很专业了，就是翻唱。你看起来就像一个会 rap 的人。因为我很喜欢 hip hop。来一小段可以吗？可以。Man in California 被拉着走，别再猜测，进入他的口，进入听着心跳 ，wonderful， 进入梦境 ，dreams are wonderful， 这些甜蜜我们换着抽 ，even we might we 迷幻的 flow， 抽一半已经到了 ，me got the flow， just colorful man， 不好意思，这是我朋友写的词儿，有点紧张。感觉很嫌弃他朋友写的词儿，还蛮不错的，蛮可爱的，对，商议一下，觉得这还不错哎，很可爱，他刚才唱的还蛮好的，唱的还好，但如果说前面没有那个黄小张小玉的话，对对对，我们觉得应该其实他们俩型不一样，他们俩型不一样，不太一样，一样，就他其实是那种嘻哈的，像小男孩，like a boy 那种，刚才那个简直就是一个男生了，很帅，但他好像。你小女生，她会偏更可爱。待定一下吧，你刚才有说到，也不要忘记中间有一些小失误。你觉得她的舞蹈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对，没有太大感觉。叫 freestyle 不是那种真的会跳舞。但我喜欢她的自我享受，但是其实技术就还需要提高。好吧。你是一个享受舞台的选手，那么刚才也带来了一个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充满自信的表演。如果说前面没有张小玉，我们可能会把这一票，会考虑把这一票晋级的一票，也许会投给你。但是有朱玉在前，尽管那边诠释的是不同的音乐风格，我们暂时对你的结果评价是待定，继续加油。这可以回后面。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来 PK 一下，郑嘉琪。喂。这一次超女这样装扮了好多。牛仔的。牛仔的。评委老师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选手80号郑嘉琪，下面带给大家一首海鱼恋。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在世纪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用力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海域的季节，海际的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爱不，把你拉下来的原因是要保护你，免得你上网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会难过，因为你。从第一句开始就一直走音哦，你知道这一首歌是萧敬腾，他是一个很强大功底的人，唱一首很轻松的歌，就像一个人很会耍剑，他就拿一把大刀出来很轻松的耍，你也很简单，但事实上不好耍，他很难，对，这首歌超过你想象的困难，所以你唱不到，后面越来越不行了，所以我们保护你，好不好？好，谢谢老师。
好，我们商讨一下。你觉得会喜欢这种形象吗？一般。可是我觉得形象还 OK， 但形象会有的，后面就是。但是离开可惜吗？哎，其实刚刚我很纠结。用笔的就好，用笔的就好了。X。刚才我们选择了一种，因为听到了你在歌唱当中的一些瑕疵，提前终止了你的演唱，那么我们的评判会不会是让你离开呢？结果是非常抱歉，我们的评判结果是离开。谢谢平老师，继续加油。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各位老师好，我是081号选手，我叫韩若言，我演唱的曲目是《寻人启事》。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哪儿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时间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选择了一首音域很广的歌，在它因为它只有这个低音和高音两个部分来展现，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低，而高音的地方呢，它又需要你的歌唱能力去支撑你，但有点遗憾，就在低音的时候，不稳，然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声音上的表现力，而高音又把你的缺点都暴露了。但我觉得有一点好处的是，你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你是有情感的来演唱这首歌曲，但还是需要更好的歌唱功力来支持你，才能够把这个表演做得尽善尽美。从演唱上确实有一些遗憾，谢谢你加油，但是你有非常让很多男生都会喜欢的外形，在舞台上也很有气场，这是你的优势。我刚才一直注意到他就是站一动不动，我很期待他去动。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会舞蹈吗？他应该是气质女生。对，我因为这次比赛然后有去学过几天的舞蹈。几天来我们看一下你几天舞蹈一下吧，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几天了。今天穿裙子有 OK 吗？有没有问题？
我试一下吧，我律动一下好了。对对对。哦，要慢慢脱掉高跟鞋，对吧？对，老师稍等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来参加这个超女的舞台，可能有很多人都是怎么说，我们要去支持他们，就是他们觉得有目标，可能以前他们没有学过舞蹈，但是为了参加的比赛，他们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但是总比一些临时抱佛脚的都不去做来得有价值。不是他有心嘛，他愿意尝试。好，准备好了。好，还是有点拘谨啊。谢谢你的勇气。老师们，我们商议一下吧。觉得，我觉得他唱慢歌的气质还行。他有一点像江疏影，一个演员。但是当然舞蹈就不行了。他很像江疏影，整个感觉就是那个高音，他没有高音呢、啊，他没有高音。如果从外形上来讲，还是他还是还蛮有那个。他选对歌可以唱的还可以，就是。我是觉得给他今天你在舞台上带来了一首不是特别适合你的歌曲来作为你的参赛曲目，但是我们的火火老师他从这个个人的外形上还有你的气质上在这个舞台上他属于一道风景，所以还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你的结果是待定，继续加油。好，谢谢老师。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哇！21岁。请选手进入表演区。评委老师大家好，然后我的名字叫杨雨莎，我是082号选手，我带来的歌曲是爱什么稀罕。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No no， 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三心二意的你我不想再忍受。 Oh baby， 爱什么稀罕，哇，你选了一首这么难的歌，刚才我看到一句歌词，我就想来形容你刚才的表演，总有奇奇怪怪的理由勉强自己。你为什么会选这歌啊？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啊，很想表现对不对？也不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 okay， 好，我来跟你讲一个道理。好，我们喜欢的跟我们能做的是两件事。 OK， 你想一想这个话就好，商议一下。谢谢。在这个舞台上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能够游刃有余的表演是比赛的一个技巧，你在这方面掌握的不是很好，选择了一首勉强自己的作品，所以你的结果是离开，抱歉，继续加油。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嗯，哇，都是花裤子。啊，这个乐队好可爱哦。哦，都是花裤子。对，他们花裤子，创作非常的草根清新，是吧？但是这个小子有点很反传统啊，反传统，对。幸会久仰，
很可爱、啊。各位评委老师好，我们是花裤子乐队，然后我是主唱王子嫣，这是我的吉他手詹诗源，这是我的另一个吉他手高于木华，这是我的鼓手易水寒，然后接下来给你们带来一首《春风十里》，谢谢。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的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能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谢谢。好喜欢。火火老师，你要不要先点评他们的故事？没有，因为我刚刚很认真在听，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民谣情节的人，而且我家就住在二环路旁边。这么巧吗？对，我现在就住在那个东直门那边。刚才那个洪老师说好有钱哦。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组合组了多久？其实我们组合是组了两个月左右吧。两个月？对。是为这个比赛组的吗？对。因为我刚刚看他们之间就好像，我很喜欢这个歌，因为我觉得主唱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我记得住他，然后但是我感觉你们四个之间好像缺少一点交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组合的表演的话。对，他们才两个月。才两个月。来问一个问题，我很直接，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OK。这谁的歌呀？这是谁的歌？我先问一下，谁的歌？陆先生乐队的歌。OK 啊，我觉得这是小清新，然后民谣范儿，然后蛮接地气，然后你们又穿花裤子，就印象深刻。可是刚刚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听出一个端倪，火火。
他们这个团是为了这主唱而诞生的。因为他的介绍是，这是我的吉他手，这是我的贝斯手。你知道吗？通常如果是组合不会这样介绍，欢迎吉他手，欢迎贝斯手，我是主唱。每一个人都有职务又有职位，可是这个团为你而生。但如果这个团是以你为主，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这个舞台也可以找很多的伴奏来帮你伴奏。请问你要跟他们走多久？不好意思，因为太紧张了，所以可能就是语言方面。不会，我觉得这是你心中的想法，没有关系，我没有要拆散你们。我只是说，如果你们是一个组合，恐怕你们这样的表演的组合性还不够。意思就是说，两个弹吉他，一个打鼓，其实一首歌可以，第二首歌、第三首歌之后就会有审美疲劳。除非你们还有别变化，例如说和声，例如说别人还有别的方法的搭配。OK， 这是一个建议，你们想想看 好不好？谢谢，来，好，我们商量一下。觉得歌曲本身作品还是很好，其实蛮喜欢的。但是如果说在民谣歌手的他的一个歌唱演，因为也不是唱自己的作品。而且洪老师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第一次听，可能我下次再听，我再下次再听。对，或者因为他唱的是别人的歌嘛，然后他唱别人。如果说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甚至晋级待定，我觉得都情有这个情有可原。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演唱，作为民谣歌手，他还是应该有很多那种声音更诚恳，或者演绎更加打动人的那种艺术的精彩度上，说包括他编配也都比较。我来问一个问题，你们会创作吗？你们这个团有自己的作品吗？有词，但是还没有曲。OK， 刚开始嘛。了解。他们不是一个原创乐团，就是一个唱歌手而已。是为了这个。就为了他而存在的。我觉得待定吧。好，你们这一次两个月组成的一支新裤子花裤子乐队，那么带来了一个很有形式感的表演。那么在这个舞台上，谢谢你们介绍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我相信如果看了网络直播的，因为你们的演唱而喜欢这首歌，会找这首歌，而且也会喜欢你的版本。但是这是一个歌唱比赛，如果说它是你自己的创作，你可能会收到我们此刻会给你晋级的这样一个可能的讯息喜讯。但是这是一首翻唱，我们可能会需要从民谣演唱的精彩度和乐队组合的专业性来考评。但是我们舞台上需要你这样的声音，你们的结果是待定，继续加油。谢谢。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王子一，哦，加快点节奏，好，脱了，可以啊。请选手进入表演区。大家好，我是084号选手王子一，我带来的歌曲是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最近的天气我常想你，想到你心就有阵阵凉意，想到你又在欺骗谁的感情，都是一样的套路把戏，花言巧语信誓旦旦说爱你，我分手后又找新的刺激。 I think of you every night and day, you took my heart, then you took my pride aw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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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came back afraid from a thing that youI wanna walk。 谢谢。唱这首歌需要实力，有很好的节奏感，有很强的力度，而且要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一个稳定度。但是一开口似乎我们就感觉有一些这个调值上的一些偏离，
而且特别到高音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种一成不变，一种拖泥带水的感觉，非常遗憾可能这首歌不一定适合你，但是我们可以听出你是有嗓音的，有歌唱的条件的，可能作品的选择会影响你的发挥，有点遗憾，非常抱歉。而且子怡，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怎么说，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风格，然后我觉得你选的这个作品跟你今天的打扮其实有一点不搭，就给我的感觉好像一个突然来上班的，你可能就刚从职场中来，然后突然开始唱摇滚，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可以在，就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天穿得更扣题，可能会看起来更和谐。我们商议一下。啊，再次证明选对歌是对一个歌手来说多么的重要，非常抱歉，你离开。谢谢老师。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这个你眼睛好大。就这种女孩是有那种侵略性的，是不是？对，她眼睛好大哈、哦。有侵略性，感觉也是。对对。请选手进入表演区。那走路也充满自信，像去战斗，我要去战斗的感觉。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于凯宁，是85号，我要唱的歌曲是《只爱高跟鞋》。他消失的一百天，没了笑脸，偷偷躲在家里面，怕邻居看见。这首歌不好唱哦，但是你基本上是驾驭得了，但我觉得你唱歌有一个小问题、唱歌的尾音太陡了，抖得太厉害了，太多了有点，对，就太老派了。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你今天换一个服装，但我觉得火火老师来讲嘛，我觉得会更跳，就是如果穿一个旗袍或是它就变得有点复古，你这样抖音就可能就成立，有时候人歌要合一，就会搭配合一。其实你今天的穿着跟这首歌也是有一点不搭的。对，我觉得下次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跟这首歌稍微做下结合，因为你现在身上这套太休闲了。对。好的，我记住了。凯琳，我问一下，这上面的介绍你是音乐剧演员、表演老师。啊，对。请问在哪里从事这个老师的职业？就是一个艺术的培训的一个，就是。艺考的学生给带艺考学生表演、对，但是我是学音乐剧的对 OK 了解他有那个谢谢老师会唱歌，对啊，就是怎么讲，他把一首歌给唱老了，老派。就是如果是教表演的话，他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把这个歌的意思他的气质给唱，他唱成另外一种气质了那你觉得 Old school 老派，但是他会唱歌，那我们结果
带，给他带吧，样子还好。我们经过商议，你演唱的是阿妹的一首很妩媚，而且透露着一种都市女性魔力和魅力的一首歌，但你却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气质的表演，不管从服装和演唱的表演形式上，演绎了另外一种生动，但它跟这个歌曲本意似乎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听得出你还是一个会唱歌、有歌唱条件很好的一个选手，我们给你的评判结果是待定。好的，谢谢老师。加油加油，然后下次注意穿着穿着。请选手进入试镜区。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二次元，这个是二次元的，二次元的。请选手进入漫画区。 cosplay 学评委老师好，我是086号选手，圈住那个九，其实就是叫我圈九就可以啦，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日文歌，叫做《创生大天使》，希望我能把它唱好。自然に飲まれ立ち尽くす麗しき月、蘇れとは霞の光、よこされないで君の夢、この気持ち知るだね、生まれてきた一万年の二千年前から愛してる八千年過ぎた頃からもどこいしくなった一生と二千年だでも愛してる君は日だその日から僕の地獄音楽は変えない繰り返し大人になって何度も何度も遠くへ行って見守る僕が眠れない僕はくしゃくしゃにもう哦，在这个舞台上很难得看到一个以这种表演方式或者这样的一个演绎演唱方法去表演的这是日本很多流行女歌手特有的一种唱腔和用声的一种方法。在你的表演当中，你很注意知道怎么来设计歌曲的层次，所以在整个的表演我们带着一种矛盾在观看，她有经验，但是呢也会时不时冒出一个小瑕疵，会影响你歌曲的表演的一个整体性。如果说现场的控制更加稳定的话，这段表演会更精彩。圈住那个酒，我在我的音乐黑白奖评过你的。我没有，他还没发出来。OK， 其实你那时候唱的比今天更好。对。你今天紧张对不对？对。之前那个阿依西特鲁唱的多稳啊！不好意思。但是我必须说，我听他唱歌，我仿佛看到哆啦 A 梦。就是他非常的动漫，日系的动漫，但声音的音质也很亮，也有力量。但今天比较紧张。啊，你唱中文歌会是这种声音唱吗？你想听一下吗？啊，好，来吧。我来一小段献丑了，因为这个。好有礼貌，声音。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吹干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怕白眉啊早上过我该我所以
你、啊。谢谢。嗯，不好意思。我们商议一下吧。我觉得觉得带了，我是觉得可以过。嗯，它是有特色，还蛮有特色。分享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元素，但是那个表演的精彩，因为我觉得从演唱上还有比他唱的更好的。对对，因为我上一次在那个黑白奖，我就评过他上一次唱很好，但今天非常紧张。他声音很特别，声音蛮特别。还是唱歌还是小。灵巧，紧张是比赛的大敌。那么黄国伦老师在你以前的歌唱节目当中呢，听到过你的潜力，也听到过你的精彩。我刚才也说，在整个表演当中是敬业和提心吊胆，或者说瑕疵并存。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应该有这样一个类型的歌手来丰富它。我们的结果是待定。谢谢，谢谢。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非常二次元，对。陈司令，他叫。陈司令，这个会要往后，应该还是可以。对。再回来听一下看。对对对对，可以、啊。中文歌就。因为其实今天声音很好听，非常好。有点黄梅戏的。那不像。他有那种很亮。评委老师好，我是087号选手陈司令，我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小幸运》。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等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时间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谢谢。Hello， 司令。老师好。我叫你的名字就想跟你敬礼。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司令，如果司令都这么温柔的话，就可比较没有办法打仗了。但你蛮可爱的，就是你唱歌蛮有气质。啊，我必须说你应该可以唱得更好。我来跟你讲个简单的东西，就是你紧张了。但是我是歌手的，每一个歌手也都非常紧张，可是他们仍然唱得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底气跟练习跟他们的实力够。如果当你这些具备到一个标准，你就算再紧张都可以克服。所以你要去把底气跟实力练好，你就可以克服紧张，可以吗？还挺好的。对，他唱歌有气质，有味道。很多人问我，就是说如果一首抒情歌曲，那个肢体语言应该怎么去表达。其实唱抒情歌曲的时候，不是说看你有多少肢体语言，什么多少是举手，多少是抬手，最重要就看你的眼神。但眼神，你刚才眼神有一段时间是带我入戏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又跳出这个戏。你既然就是选择了看镜头表达，你就当那个镜头就是你要唱的对象。
当然你选择不看镜头的话，你必须要有眼前要有个画面，可能观众看不到，但是在脑海里面你眼前要有个画面，慢慢带观众入戏。以后注意一下，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的演唱，因为很舒服。谢谢，我刚才真的入戏了。谢谢老师。刚才也被带进去了。有被带进去吗？我觉得不 OK， 就唱上。对，唱不 OK。你有别的才艺吗？乐感也还不错。但是唱歌的形象挺大的，情愫感。谢谢。他不会跳。基本上就框在一个。前途吗？这个会不会？我觉得还好了。他唱歌没有大的一个突破了，嗯，就他的声线来讲，淘汰会可惜吗？还好。该。但如果他的气呢，也是不好。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得出你的紧张，但是你在歌声当中有你独有的一种倾诉性，而且你有落落大方的外表，你在学校也一定是学生们很喜欢的一位老师。我们的结果是待定。谢谢。有请下一位选手，请选手进入试镜区。为什么祈祷热狗不要淘汰他是吧？我肯定尊重大家的意见了。哎，对了，有人想待定就让他待定，可是大家都一直认为。淘汰。我发现在这个区域不如上台好看，是吧？其实我们这次还选了蛮多长得好看的。评委老师好，我是088号选手左霞，今天给评委老师带来一首徐佳莹的《不醉不会》。对不对？错不错？只看心情怎么描绘。我和我的汗水华丽如天花乱坠，甜不甜没谁能带我去品味。哦、oh, ，不醉就学不会。只要我以为，就不是误会。谁都是宝贝，有什么？什么是是非都似是而非，最眼看世界碎，我陶醉看得很琐碎，都没有所谓，看不到命运，只看到滋味。什么是角色看不到绝对，最好的滋味就是耐人寻味，看得很琐碎，都没有所谓，看不到命运。谢谢。好，这首歌呢有两个非常优秀的演唱版本，一个是田馥甄的，还有一个是徐佳莹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声音的变化上，你可以感觉到一种很新。